Your referee for this action, Wojtek Gorski。欢迎再次来到台北的体育馆，来欣赏的是 Pro FC 第十届的一个赛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本台主播杨振磊，我是全方位格斗馆馆长蔡志贤。好，在今天的比赛非常好看，要进入到的是后段的一个赛事了。这第七场的一个比赛，来自菲律宾的好手，哇，绰号叫做狮子心啊 ，Lion Heart Richard Carmino， 要对上是台湾的金刚刀张景雄。这个金刚刀啊，是我们 Pro FC 的元老哦，他从第一届就开始打，对，在第一届的时候他是打输了啊、哦，那 Pro FC 三的时候打成平局啊、在 Pro FC 五的时候呢是以背后裸脚胜，那、去年哎呀，我大轮爆完了、你让我爆一下嘛，对啊，十一秒钟的一个时间，11秒差一点点，再一个是九秒，再一次是九秒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还没有介绍完张景雄在 Pro FC 的表现，在 Pro FC Ten 当中。哇，他在九的时候是三角角胜啊、在十的时候就是一个 KO 直接搞定了对手，直接 knock out 了来自菲律宾的狮子心，在之前还没有输过比赛的 Richard Carmino， 什么事都还搞不清楚就已经很，连我都还没看到，我还在看资料，我们看一下回放啊，但是怎么样打倒的？好，站好一点啊，这边是大家都很熟的一个选手啊，是金刚刀 ，Stop the fight。Because of a knockout winner by knockout, John King.